为最大限度严防境外疫情输入，知严知密首都外防输入网，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经商有关部门，决定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，严格控制第三国人员中转搭乘直航北京国际商业客运航班入境。直航北京国际航班乘客因为通航国家的公民以及在该地的中国公民，严格控制第三国人员在该地中转入境北京。对你搭乘直航北京航班的乘客，相关驻外使领馆将严格复核申请人登机前旅居史，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予发放健康码国际版或健康状况声明书。航空公司在售票、值机等环节做好第三国人员在该地中转入境北京的提醒劝阻，对中转人员不予值机和登机。所有乘客在登机前需填写搭乘航班前往北京承诺书，对于隐瞒旅居史和健康状况等信息的，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